從頭數第十二章第一節，你親切人要在派的日子尚未到來，就是你所說的我毫無喜樂的那些人日未成連君之善，當紀念初你的主，你不要等到日頭光明日亮成熟變為黑暗，以後雲彩翻飛，三看守房屋發展的发展有力的出现推磨的稀少超知识，从重复爱看的都昏暗，四家门关闭推磨的上上微笑，却有一间人就起来唱歌的五字也都是睡眠，五人怕过处路空有江风，很少开发渣门成为冲淡，人少年的也都飞跳，因为人归他润人的家雕上菜的菜给上望来，六润人执当金刚破裂平之菜残旁顺快虽论菜将求破烂，七前途乃归于前途，连乃归于四连的上帝，八传托杂术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，求在家传托家，人要知彼，人将知识教训中人，要面上修要查考，要前述许多经验。十传托家专心寻求可喜日的人意，是旁征切下的善说法。十一知彼人的人意，好像持棍非众知识的人意，要像当门的当字，都是一个木扎所施的。十二，我如凡要热情，你当书劝诫；诸书多，莫要穷亲；读书多，身体疲倦。十三，这些事都已经谈了。终于就是敬畏上帝，遵守他的诫命，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。十四，因为人所做的事，连一切满场的事，无论是善是恶，上帝都必审问。